出场啦！我嘅老婆同两个仔已经同大家打咗招呼，系时候到本大少亮相啦！大家好，我系开开，我系澳门大熊猫开心家族里面嘅一家之主。老婆话今日会有好多人嚟为我庆祝生日，初头我都唔信噶，今日一睇先知原来我咁有魅力，吸引咗咁多人嚟参加生日会，衷心多谢各位啊！爸爸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听讲今日为我准备咗一个搽满晒蜜糖嘅生日蛋糕，等我去睇下先。呢、这个蛋糕真系好美啊！每年净系得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享受啊！爸爸，今次系你初次亮相，你唔好挂住食啦，向大家介绍下你自己先啦。我边食边介绍咧，好似大家见到嘅咁，我有住强壮嘅体格、修长嘅四肢同埋大大嘅黑眼圈。点解黑眼圈咁大？咪就系因为要照顾呢两只白艳嘅大熊猫啦，搞到我长期唔够瞓啊！好讲笑啫，其实黑眼圈系我哋天生嘅，绝对唔系因为唔够瞓。黑眼圈其实系眼睛周围嘅一团黑色毛发，令我哋嘅眼睛睇嚟更大、更有霸气。因为喺野外可能会遇上捕猎者，大大嘅黑眼圈可以令啲捕猎者同我哋对视嗰阵，以为有对大眼望住佢哋，吓佢哋一跳，从而保护自己。康康，原来我哋咁型噶喎！梗系啦，唔系我哋点叫做国宝啊？